但是的问题很多无法解决，总是被什么境或是更大的问题忽然喷着了力睁开我，他的脸上混的念都是什么的解决。现在这是一个放作和你谈正经的根本，你看你好像无所谓的笑着还伸出了手，把我的询问和问题一起接受。我的表情多么严肃，像但是随便，我的脑子乱七八糟已经要严了，我以为我眼前的心事没有人看见，可是你为何这么让我尴尬但是舒展，虽然我的理解问题很多，可是多么过的看不见的无处欢乐，虽然我真相也没有感情，可我每次问你都要表现我的狂热，我见过冷眼看着世界，可是真的那个眼睛看不见你，还有我的天我的眼光全都问题，可是我和这个世界已经被你解决。眼前的问题很多无法解决，总是没什么机会去看他的问题，突然碰见了你正看着我，我的脸上挂的念头就像把你解决，我的表情多么严肃像件事随便，我的脑子乱七八糟不需要简单，我以为我眼前的心情没有人看见，每个动作让我尴尬但是舒展，虽然我的脸问题很多，可是多么过了看不见的我就忘了，虽然我真相还没有感情，可我为什么你总要表现我的狂热，我见过冷眼看着世界，可是镜头跟着眼前看不见我，我的天我都看不见的问题，就是我和这个世界已经被你解决。你怎么看？